舔过啥？没有，舔过手，舔过手了，舔过。我舔过。你有见过主持人主持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投票结果。接下来进入雪碧可释放时刻，揭晓本轮竞演结果。会不会杀？会不会杀吧？我觉得。早上起来化妆的时候，每次要摘牙套，和晚上睡觉之前要刷牙套、戴牙套的人，哦，没有过的人，你说直接戴牙套的不就行了吗？没有牙套的折，对不对？对。天哪！好折。啊，你有牙套？我有牙套。他有的，他有的。你有牙套？嗯，我也有。你有牙套？大哥，有点像，我像是我们在戴假牙套。你们还叫什么违规女孩？你叫牙套女孩不就好了吗？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。